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会来，我是蔡小军。全国海洋教育推手奖基隆市多年来都获得特优，到底有多厉害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带大家来看看在背后非常努力的团队，包括老师还有学生。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来宾，是我们台湾海洋教育中心的主任张正杰。好，大家好，我是台湾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张正杰。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户外教育与海洋教育中心主任许继哲。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户海中心许继哲主任。主任好。第三位呢，是我们港西国小校长吴哲明。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港西国小校长吴哲明。校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其实我们的海洋教育很厉害，是因为我们基隆有一个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就在我们的海洋大学，一块来看看揭牌典礼。揭开全新办公室，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台湾海洋教育中心落成。近年来，海洋教育中心对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推动不遗余力。总中心召集人吴敬国教授期待让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师生身上。主任张正杰在活动中也发布结合户外教育路线的学习手册，内容汇集了全国各地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点，推动也展现户外教育与海洋教育共融共好的愿景。户外教育是走出课室外的一种学习方式，借由设置户外教育基地学校，辅以研发优质课程模组与教学案例，呈现学校与在地社区环境与产业的课程连结。中心的这些成果，实际上都是同仁、还有基地学校以及各县市伙伴大家一起努力下来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办理户外教育的一开始的动机很单纯，也很简单，单纯的只是想要带学生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这几年做下来之后，我们开始观察到是不是我们老师们还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是不是做一些自主学习的一些规划。觉得在山野户外互动的孩子回到教室，他也会是有风采的，他会觉得我其实是对大家有影响力的孩子。学习到那个之前到现在的责任越来越大了，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有问题。从海洋教育到户海教育，优质个人与学校的影片展现丰硕的成果，来自全台各地的老师们串联两议题教育的整合，引导学生多元适性发展，深化在地的人文与自然认同，实践永续的理念。就是要永续啊，这个教育最终的目标。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它不止在海洋，其实在户外也有。那它现在目前的成立目标及宗旨。好，教育部为了落实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所以是说其实我们中心就是教育部的一个智库，那负责推动整个全国的海洋教育，包含了高中以下的这一个海洋教育的一个推广。那在高教的方面，我们就要制定一些国家的海洋教育政策的这一些内容。那随着这十年，因为中心成立刚好今年是第十年，那成果丰硕，那接下来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是渐渐的将海洋教育以及户外教育做一个整合，所以目前户外教育的部分也是中心在推动的一个项目。那没想到户外教育也是我们这一次海洋教育中心推动的重点哦。那你看台湾真的很多，那是可以遍地开花，不止在海洋，在山里面，在任何的户外场景都是我们的教育环境。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要跟大家分享呢？好，那我想有三个亮点哈。现在目前全世界有做海洋素养大规模调查的只有台湾，那先前的一些研究也可以知道台湾的海洋素养是全世界第一。第二个部分，台湾现在也在做海洋教育的教材。第三个部分，整个海洋教育的一个培训的机制台湾也建立好了，那目前是联合国现在积极正在建制海洋教育者的培训的机制，所以他们刚起步，实际上台湾已经走了五六年了。哇，所以不管是在海洋素养，或者是海洋教材的推动，或者是培育机制，
台湾都走在世界的前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海洋教育的成功以海立国的印象。那说到这一个，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就是层层堆叠。我们刚刚看到是教育政策面嘛，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在中段的部分也有我们的执行面以及我们的教育政策面，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彩绘海洋意向中心基隆护海教育中心的成立。呼应基隆灯塔教案与基隆灯塔教育节的灯塔彩绘，还有宝玉类龙王雕等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鲸鱼抬头的 3D 立体画，正面色彩屋相互呼应的锁管 3D 地景画，浓浓的基隆海洋味在校园蔓延。还有，不用去海科馆，就可以天天看到碧水巷实际的树林景致。那我们这一面墙有十几种以上的鸟类，供学生来这边学习认识鸟类生态。基隆市护海中心彩绘海洋意象环境启用典礼上，贵宾云集，市议员郑凯琳、郑文婷、台湾海洋教育中心主任张正杰、海科馆博士们以及各校校长主任齐聚祝贺，体验海洋地景艺术。那非常感谢建德国中结合各方的这个力量以及资源来推动这一项工作。建德国中对于推动我们护海的一些活动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用心。而在典礼中，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馆长也带来了好消息。我们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回馈基隆在地，今年基隆市的国中小学校团体来预约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都是能够免费参观的，文化艺术馆这边都有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海洋教育一直是基隆的市本课程，多年来总在全国评比中取得最佳成绩。护海中心的启动运作，持续扩大海洋教育与户外教育的计划，透过彩绘海洋意象环境，丰富师生的视觉享宴，也提供海洋与户外教育的体验机会。护海中心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护海中心它推动非常多的活动跟计划，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徐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亮点呢？我们基隆市其实是一个全台湾知名的港都哦。那我们推动海洋教育的话，其实也已经推动了多年。那在教育政策不断的改变之下，然后我们的评比的话其实也评比了很多年，只是在我们的海洋教育推手奖，目前为止我们只推动了五届，在五届当中的话，我们基隆市就荣获了四次的县市奖，其实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哦。那我们的行政组织的话，也做了许多的变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基隆市的护海中心是设置在我们基隆市的建德国中，那我们底下的话还有三个资助学校，分别是我们的八斗国小、复兴国小以及港西国小。那还有跟我们一起搭配的还有我们的辅导团，包含了海洋教育辅导团、自然领域辅导团、社会领域辅导团以及艺文辅导团，还有再加上我们基隆市本身还有几所学校国小、国中、高中申请的海洋基地学校跟我们一起做配搭，结合上我们的教育处的全力支持，所以我们在纵向连结上面的话，我们是做得非常的好。那至于在横向连结的部分，我们是以我们的教育处以及我们的护海中心为核心，我们水平去连接了海科馆、海洋大学、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张荣发基金会，然后港务局，还有水事所，然后以及相关的一些单位，让我们的水平连接是非常的好的。那我们整个的核心呢，我们基隆市的核办理海洋教育的核心，其实是以冒险、包容、多元、永续这四个为我们的推动的核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并没有变更过，历年来我们全部都以这四项核心成为我们基隆市推动海洋教育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就是冒险、多元、包容跟永续，所以历年来办了很多的海洋营队活动，就算在疫情期间，他们也开启了线上的营队。我们现在来看看哦，重启海洋教育的实体营队。进入操船模拟室，眼见外头正狂风暴雨，这个船舱剧烈晃动，想要当船长切勿惊慌失措，要把船安全的驶向目的地。我们会在上面先规划我们要走的航线，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转弯，你要先知道，所以你要先规划你的航线。孩子们听着老师讲解，了解船只运行的过程，模拟自己当船长，将船安全驶出港口，迈向大洋洲。好，大家再忍一下，现在大概有到九级风了，
连办12年的海洋营队，今年以海运小达人为主轴。第一天先到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了解海运人员的职业种类与工作项目。第二天的课程活动地点在海洋大学，体验操船模拟机及航海节的起源。第三天的课程活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观海洋直探基地与海巡舰艇，并安排搭乘方舟一号出海体验及参观海科智能馆。我们希望经由这三天的课程，让同学们知道有许多的海洋职业跟他们的未来的前景，还有希望借由知海，然后进而爱海而亲海，达到我们海洋教育最主要的目标。这次的那个营队，我认识到很多关于海洋的职业，然后呢，今天的操船模拟机让我知道要当船长不简单，还有参访海大水生动物中心，认识各高经济价值的鱼种。单价高的，那像现在这一缸叫做条石鲷，那后面有一缸是斑石鲷，那这是我们比较偏冷水性的。聚焦在海洋殖癌，并针对其中海运产业中的各项职业属性进行深度的探讨。读大学的话，我就会试那个操船模拟机，这个活动里面刚好有借这个机会来体验。我们现在这条船要进港了哦，为打开认识海洋运输职业的大门，开启孩子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就是要永续海洋啊，所以这个种子就从小扎根。我们要请教徐主任，办理这样的活动，历年来的主题都不一样。我们这个海洋学生海洋教育暑期营队呢，其实我们已经连办了12年了。这12年的话，我们每一年都会针对不同的主题来做设计哦。那我们今年的话，也会进行一个新的户外教育、户海教育的一个主题哦。那我们今年最大的特色是我们会加入了亲子一起参与哦，这也是跟以往来讲话比较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未来这一个活动能够做得更大更好，因为其实以往以来的话，很多的学生都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甚至有人从国小参加到高中。那我们历年来我们也逐步的开放，让外县市的人能够来我们基隆参与这个课程。然后今年的话，应该也会持续这个传统。那我希望大家有机会来我们基隆。哎，真的来基隆玩真的很好玩。听说每年只要一开放，很快就被秒杀完毕哦。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记得要赶快报名。那刚刚说到的这个亲子参与，那其实跨领域参与也在我们的暑假期间，要带大家来看看跨学龄层的造舟下水。很难想象这几艘船只花了4天就制造完毕，打破造舟与海洋教育推手大木老师的有史以来记录。这个课程其实已经在台湾推行了有11年之久的时间，但是很开心的在基隆是第一次执行。那就是骨架蒙皮舟的制造方式，那透过一艘船认识制作过程，认识它的骨架的结构跟船的特性。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那个学员们透过造一艘舟，能够进入海洋跟河流，然后来认识我们的河流跟海洋所需要的一些生态，那来找回我们真正属于台湾岛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齐心协力打造一艘船，亲身体验，动手制作，与团队合作，激荡出创意的火花。而过程中也带领孩子找到学习与生命的方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从木板然后到整个拼装完成到才会完成，有成就感。好玩啊，因为涂色的时候很疗愈，也很舒压。能够学到有团体合作的这个经验。因为呢，从无到有，然后从零开始慢慢的发想做起，然后在大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造舟的一个活动。让这艘船，让这艘船，让我们平安的出航，平安的出航。好，准备来敲，敲先敲先敲，先敲用力敲，慢慢敲船走，敲船走船到。下水的前一刻，参与的海大各国小、国中、高中老师及各年级的学生共同敲船头、撒糖果，见证新船下水时刻。这次感谢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提供港西国小及海洋团造舟的机会，那我们孩子从小小的船造船师一直到这一次的造舟整个课程呢让孩子能够学会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去划船，我以前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兴奋。很好啊，碰到海水的时候觉得很凉，
前面两天师生们逐步完成周身赋予船骨身体后，接下来第三天要注入想象的灵魂，有的将造船过程入画，也有画下对海洋的想象。台湾海洋教育中心组的船一眼就辨识出，港西国小组的小朋友很有创意，台湾意象都在上头。基隆教师海洋团的加上城市 logo， 而高中教师组只是将自己的县市或地名校徽画上去。你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实际造舟，然后到自己实际下船体验，这就是一个海洋国家的一个展现。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呢，小小的水手呢，也成为优秀的领航员。造舟过程中整合了地科、力学、数学、工艺、美感等跨领域的知识，从一艘小船模型延伸到团队合作，完成真正的独木舟，在2022年的盛夏向海致敬，留下美好的回忆。真的是留下美好的回忆耶！刚刚这个活动的现场就在我们的港西国小，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校长吴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海洋教育落实在每一个科目上都有很棒的成效，我们来听听。港西国小带着孩子动手坐船、动手造舟，那从马达船、气垫船、泥轮船、海上吸尘器到水下机器人，那当然还包含刚刚影片当中的蒙皮造舟。那我们从画面上呢，就可以看到孩子制作的明轮船。那这个主题是让孩子呢探讨船速跟船轮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船轮越大船速就越快，亦或是船轮越小船速就越慢。那我们设计这样一个跨领域的学习呢，无非是让孩子呢能够动手去探索，能够动脑来做操作哈。那接着呢，我们海上吸尘器呢，更荣获了我们全市连续三年的一个金牌奖哈。那由我们学校教师的团队带着孩子发挥创意思考的一个机会呢，让这个海上吸尘器呢，就是模拟海上在收集垃圾跟回收物的这样的一个船舶呢，为环境尽一份自己的一个心力哈。那我们看到呢，再者是。蒙皮造舟呢，他是邀请大木老师哈，这跟我们影片当中大木老师到基隆来指导我们孩子呢来造舟。那从船体的一个结构呢，到蒙皮上色到防水的涂料等等最后呢在海大的小艇码头下水起航乘风破浪。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台湾海洋大学以及我们台湾海洋及户外教育中心的协助哈，让孩子有一个多元的清水的一个体验。接着呢，我们看到龙舟板也是考验着团队合作让孩子呢透过团队之间的默契合作呢，来达到这个挑战的一个目标。接着呢，我们看到我们在食育教育的部分呢，也带给孩子不同的体验。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孩子呢，透过青鱼的一个模型认识青鱼的身体结构。那它还包含了这个立体的造型哈，让这个鱼的切面呢能够成块，然后把它放进罐头里面并且呢，透过这个轻质的一个这个 DIY 动手做哈，结合了这个米饭跟这个青鱼的罐头将它们拌在一起，然后再放在海苔片上面，把它卷成饭卷就美味可口的这个青鱼的饭卷呢就会这样让孩子呢来做享用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也结合了课文《养科人家》包含了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去采购那个新鲜的这个鲜科让孩子来烹煮就近观察然后粒粒饱满的鲜蚵呢看起来就非常美味可口，而且孩子呢也吃得津津的有味我们就是从每一个这个跨领域的学习当中呢，让孩子呢接触食育的教育。那我们也结合了创客跟这个艺术这样子一个跨领域的这个精神来教孩子制作机械鱼那让孩子认识这个自然科学的福利跟我们这个美感艺术的教育呢做一个彩绘那孩子就可以呢看到透过这个机械鱼结合马达的操作，在鱼池里面观察鱼类游行游动的一个样态这是我们在推展食育教育部分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哇，没有想到各个面向都可以看到海洋教育的推动目标以及成果。那当然说到海洋教育，大家一定会想，其实最直接就是可以去海上从事一些有趣的活动。在这之前呢，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块来看看哦，水域安全的救难艇筏与动力具下载训练是向下扎根。
尽管下着雨，还是要来当航海王。首要任务就是要看懂雷达回波图，接下来感受舵的力道，跟着教练指示开心出航。来，小艇码头，它的码头是一个么字形的。好，那我们这边雷达打出来，它也是一个么字形。用开车的经验在开船，真的距离好远，所以但是这个体验非常棒，虽然有风有雨，但是很全新的尝试。那今天风雨中大家来，都是有一群很有热忱的学生。要不断的练习，还要动足先机，才能开得平稳又好。开设水域安全救难艇筏与动力载具训练的课程，除了响应海洋政策外，更要增加各级学校教师的水域安全自救与救援能力。这个基隆人的教师呢，过去都一直在做这个无动力载具哦，那今年就进阶到动力载具，增加这个救难艇筏的这个训练，也透过老师在带领学生的过程中，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救难的技能以及这个动力船的这个航行的一些知识，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用意。护海、亲海、爱海，从教育扎根，透过系列活动带动台湾海洋教育及相关产业发展。真的在发展之前呢，当然这个教育的工作要做好，师资培育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指标。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台湾海洋教育中心都开设了很多元的课程嘛，那方方面面有哪些呢？好，我们都知道，老师在教海洋教育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怕没有一些教材嘛，所以我们这边就提供了很多，例如这个是投竹类的这一些一些课程、各式各样的投竹类。那我们这边还有英文版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国家正在积极的推广双语的一个部分，所以教材的部分我们中心也建构了很多的，不管是多媒体的一些教材，还有实作的操作的一些课程。那以及在培训老师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现场老师要推动，也要去经过一个训练嘛，因为以往在师资培育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经过一个海洋教育的培训，所以我们中心就建置了蓝阶、绿阶还有黄阶的一些课程，然后这整套的一个课程就可以来针对老师你可能要教海洋教育的时候你要具备哪一些职能。再者，我们引进了那个国际的海洋素养的一个手册，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将国际接轨国际的这一个海洋教育的一个培训机制，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海洋职涯的部分。我想，传统大家对于海洋职业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一直到近几年来，因为疫情，大家才觉得护国神山第二个出现。对，航轮好像的产业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到高中以下的各阶段去推广海洋职业有哪一些，让大家来认识这些职业，所以我们会进行老师的培训，然后到全国各县市去做学校端的一个推广。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防灾的一个部分，例如现在先前大轮沙滩的这一些离岸流还有溺水的部分，那中心也长期在推广海洋防灾，包含对于离岸流的认识还有风火浪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台湾海洋大学里面也有一些水域中心也在培训这一些机制，那老师的方面也有在进行风险管理海域风险管理的这一些课程，所以课程非常的多元跟充实。是，课程真的好多，刚才有说到海洋素养接轨国际，那另外就是海洋职业，所以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海洋职业的理念要向下扎根，来看首届海洋教育小主播赛。您对海洋产业的认知有多少呢？跳手、船长、临港、离岸风电、水下考古、海关，来自各校小主播将主题海洋职业介绍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学到宝贵的经验。你就是要上台的时候觉得很紧张，然后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很踊跃参与。饮水人执照取得相当不容易，目前全台拥有饮水人执照的不到100位。因为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职业，
这个职业还被称为鱼市场的饶舌歌手哦，他就是鱼货拍卖员跳手。老伯，老伯，切切，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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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基隆市户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期待利用新闻报道的形态，加强基隆学子对海洋职业的认识与关注。世界海洋日，我们户外中心的话想要突破传统，想办理跟海洋教育有关的小主播的比赛，所有的老师跟同学就会事先针对我们设定的主题事先去做研究然后跟学习，我们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海洋教育学习的一种模式。今年的话这样子示范，明年也会继续操作这样子的课程。比赛分为国中组与国小组，参赛者2到3人，以新闻主播报道一项特别的海洋相关职业，并由专业的评审进行评比，过程中也让孩子感受职涯探索的魅力与重要性。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我们在各校都会去推动海洋教育的课程。那我们特别在今天世界海洋日办理这样的海洋小主播的活动，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孩子对于我们在地海洋相关的产业有更多的认识，也希望他们对于海洋永续、海洋保育有更多的省思。跳脱传统模式，为年轻一代打开认识海洋职业的大门，并启发他们对海洋的关爱与保护。这是基隆市致力于海洋教育的具体行动，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学子提早认识与海洋相关的行业。真的就是串联不同的领域，让大家认识海洋职业，而且从小扎根，从比赛主播小主播的竞赛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错的亮点。我们要请教徐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很多不同的串联亮点。刚刚看到的影片的话，是我们第一届的海洋教育小主播比赛，我们主题设定的话是海洋职涯。那海洋职涯其实就是职涯教育，其实本身就是12年国教里面的一个其中的重点。那适性教育是希望学生的话找到他们自己适合自己的能力，然后去做发展。那我们海洋职涯是因为我们基隆市其实是非常适合发展海洋职涯的课程的一个城市。我们的许多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可能都做的工作可能是来自于海关啊、委托行啊，然后甚至是码头工人啊。那我们基隆市还有很多的渔港，可能他们的家长是捕鱼的，然后或者是卖渔货的，这些都是跟我们海洋相关的产业。那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跟我们台湾海洋教育中心他们一起研发我们海洋职涯的课程。那后来呢，在我们的海科馆也建置了一个海洋职涯的探索基地，所以整个构建起来，我们其实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海洋职涯的一个地点跟一个模式哦。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办的第一届的海洋教育小主播，希望能够结合海洋职涯，让他们能够有发展的空间。那我们也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年呢会更新一个新的主题，我们新的主题的话是海洋污染，因为我们也希望结合 SDGs 14水下生命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同学们借由参与这个比赛，然后对于这一个海洋教育的主题能够更加的认识。那第二个是我们提供了他们一个舞台，第二个的话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借由这一个活动然后获得更多的海洋教育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基隆市的同学跟家长老师能够一同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是，就是要来参与活动，从职涯，然后这一次今年的明年的主播是要海洋污染嘛，那接下来还会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主题，那孩子们在海洋教育的领域当中熏陶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海洋达人。那在这之前呢，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很特别的毕业典礼。毕业证书在哪里呢？答案在海里。延续从2009年起的毕业潜水体验活动，中华国小应届毕业生潜入水中，与多莉一起留下难忘的毕业照。我觉得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可能是我这一生最特别的毕业典礼。希望以后的毕业生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我觉得这次的毕业潜水很独特，因为这种天气真的蛮冷的。毕业潜水，我觉得是唯一一间的。
基隆市教育处推动海洋教育与学校规划的游泳课程结合，毕业生循序渐进学习，从游泳、浮潜到学会水肺潜水，逐步达成每一个阶段性的课程目标。十几年，其实这个变成是我们学校课程的特色啦，也结合我们学校整个一个本位的课程。那希望说学生在毕业中给他们一个难忘的回忆啊。越在地才能越国际，认识基隆在地海域的特色及美好。中华国小近年来推动双语教育，让孩子具备双语沟通的能力。To be able to share my joy of swimming in the ocean and especially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with my students. 我们的海洋之子能够悠游于海洋，这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自然的海岸的资源。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姐妹校明年来到基隆，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姐妹校的伙伴的小学伴一起来进行这样有意义的潜水体验活动。独特的毕业成年礼向下向外传承，让中华国小的孩子达成人与人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与共好，就是要与环境互动更好。那这样的毕业典礼真的很特别，那不止在基隆哦，其实还把孩子带出去，就是我们的港西国小，来看看，来听一听我们的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港西的孩子是如何来举办毕业典礼的。校长，港西国小，我们在基隆港的西岸，那我们下了山就是西岸码头，旁边就可以登着台马轮，那现在是台马之星，以及新台马，那我们就带着孩子呢，有两次呢，透过这个客轮的方式呢，到马祖呢进行两次的这个户外教育及毕业旅行，那我们第一次是到马祖的南竿岛，那第二次是到马祖的东引岛。那我们就带着孩子呢，乘着这个客轮星夜出发。那抵达马祖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欣赏日出跟晨曦了哈。那这是在别的学校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看到画面呢，第一次我们到这个南竿岛的时候，是跟我们中山国中小进行交流哈。那刚好学校的这个下方呢，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马祖的一个立碑在这边。那我们在过程当中也参观了交流了在地的文史包含了整个代旦，还有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北海坑道哈。那当然还包含了非常多的丰富而精彩的在地的文化，包含了马祖巨神像，还有天后宫以及我们的马祖酒厂等等哈。那第二次呢，我们到了这个东引岛，那东引是跟东引国中小的孩子们进行交流。我们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文化的文史的这个遗迹和跟景点，那我们看到画面上的是我们这个东引灯塔以及我们这个国之北疆让孩子都有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那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在地非常丰富的这个燕鸥的一个生态哈，那我们让孩子呢在过程当中呢，跟基隆在地的这个黑鸢生态做一个比较，以及基隆当然也非常丰富的一个炮台的一个遗迹哈，可以跟马祖现场的坑道，还有这个它的这个文史的一个遗迹来做一个比较哈，做一个丰富的这个毕业旅行跟毕业典礼哈。那接着呢，在户外及海洋教育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港西国小在海洋教育上的着力哈。那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是我们带的孩子呢，向山自径的部分哦。向山自径部分包含了我们带的孩子攀登江子寮山哦。那江子寮山是基隆的第一高峰，在登顶的时候呢，可以远眺我们的基隆地区跟大台北地区哈，那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远眺看到台北101大楼哈。那过程当中有孩子呢也会累哈，那老师跟同学呢就互相的支持跟鼓励，最后呢也登顶了哈，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团队跟这个登山的一个体验。那我们也跨县市到我们的三貂岭哈，三貂岭当时呢也孩子非常这个有热情跟活力哈，也克服了当时非常陡峭的一个山壁，完成这个登顶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目标。而接着呢，在溯溪的部分呢，它可以区分成溯溪跟溪降哈，分别就是从河口到这个出海口到这个源头哈。那非常感谢复兴国小新义校长的协助哈，提供专业的一个教练跟专业的配备包含了头盔溯溪装跟溯溪鞋哈，让孩子有这样子溯溪的一个难得的一个体验。
而我们也兼顾了生态跟这个艺术方面，我们也跨县市到了我们的著名美术馆，让孩子能够呢欣赏这个大师的作品，包含了我们这个太极的系列跟我们的这个人间的系列。那我们在前阵子呢也可以看到海洋广场上面孩子呢就是做这个做一个连结，这个人间著名的人间系列的绅士系列也曾经在这个广场上让市民跟孩子们就是欣赏。哎，真的，当港西国小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哦！看刚刚就是整校通通带出去一起玩，连毕业典礼居然还带去马祖，而且自己坐船去那边举办这个毕业典礼，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像这样子就是全校可以一起玩，然后全市的孩子可以一起玩的活动呢，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水域安全嘉年华。32校超过500位学生摩拳擦掌挑战趣味龙舟板竞赛，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除了在学习之外，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然后让船越快。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这个水域安全事件频传。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让更多的基隆市的这个各级学校的学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主办单位宣导救溺5步、防溺10招外，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认知与完整的学习到开放水域活动时需要注意的安全、自救与防溺事项。好玩，下次还要不要再来？要。还要在一起下来玩哦，这真的是非常有趣，而且重点是水上安全。那当然像这样的活动，我们要请教徐主任，的确这样的安全活动是非常的重要，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课程方面都有所展现。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学校的话都我们每次都有参加这个活动，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两年的话都是我们获得的第一名哦。那我们其实基隆市的话，我们有设置我们的独木舟的训练中心，是设置在我们的八斗国小。其实对于推动水域安全的话，基隆市有许多的学校他们都有自己的游泳池，像建德国中的话是全基隆市唯一一所有游泳池的国中哦。那我们还有许多的国小是有游泳池的。那在我们的游泳池的，就是我们的海洋休闲课程推动里面，像这种海域安全啊、水域安全的话，其实都是我们训练学生的一个重点。然后甚至我们的海童军也把这一个当作我们的重要的训练课程之一。是真的，水域安全现在是全全方面都在各校在进行。那除了呢这安全部分很重要之外，另外我们也要跟国际接轨，一块来看看哦，在2018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哇哦，这鲨鱼牙齿的构造层层堆叠，一生中替换掉上万颗牙齿，可真是惊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行动海洋教室，那我们就是会用螃蟹来训练学生的观察力。那譬如说，很简单来讲，譬如说，哪一只螃蟹它喜欢背东西，它会背着海绵到处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观察它不足。那基本上就是这一只懒棉蟹。还有美丽的新鲨，是大海里的小巨人哦。那有恐虫是海洋里面非常微小，然后不容易被了解的一种海洋生物，恐虫的放大版模型。那我们把它建造出来，可以让人家去了解有恐虫原来有这么多的形态。不管是海洋生物、文化，甚至是绘本，在这一次的交流中都可以看见。2018环太平洋海洋教育者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台湾海洋教育者论坛在国立海洋大学登场，结合全国中小学海洋教育观摩与教师研习会议，场面盛大。今年我们办了2018年的 IPMAN 的国际会议，那这次在环太平洋的这些国家参与的国际盛会，将台湾的海洋教育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那第二个部分是高中生的一个国际交流活动，那主要是在集中在海洋塑胶为例的一个活动。第三个是海洋教育者论坛，那有关于台湾的不管是海生馆、海科馆、高中端、高职端以及国中、国小端的一个海洋教育的
典范学校，这次都来这边做一个典型的发表。那其实我们基隆高中也把海洋当作我们的校本特色课程，那我们也组成一个海洋教师社群，那希望可以从永续、保育和休闲三大主题，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可以获得更大的收获。那今天来这个论坛，其实集合了很多台湾各地在进行海洋教育的教师，那我觉得这个交流可以让我获得更多的灵感，来带给我们的学生。以拥抱海洋、看见台湾为主题，邀请到澎湖县的和恒国小、宜兰县的南安国中、基隆高中、基隆海事、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及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等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推动单位，共同讨论分享海洋教育推动的情形，希望建立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让海洋教育从小扎根。就是让海洋教育从小扎根，跟国际接轨这一件事情，也看到海大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已经进行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主任来跟大家分享实际的推动与在地连结。好，那刚才影片当中提到2018年的环太平洋的海洋国际研讨会，那实际上它包含了美国，只是说整个太平洋的一个区域，美国还有日本，还有包含下面的菲律宾，还有澳洲、纽西兰，也就是说整个南岛语系的这些参与的国家其实也非常的多。那为了配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十年，就海洋科学永续发展十年，从2021到2030年，所以中心就举办了很多跟气候变迁有关的这一些议题，所以常态型的一些活动包含了海洋科普的活动、海洋职涯的活动，刚刚也提过了，那以及海洋职涯的这些活动，这个都是在全国做推广，让我们的国民可以了解整个海洋教育的五大面向。那再者这边还有跟在地连结的有包含了这一些造舟活动，那刚港西国小提供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场域，那我们高中的这个造舟活动，还有国中小学生的一起造舟，也就是说 maker 的这个概念就可以融合在整个的一个海洋的航行的这些活动当中。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有举办过蓬阿会的一个活动。那什么叫蓬阿会？就是用传统的渔法然后来了解捕鱼的这个过程，然后了解永续渔业的这一个概念。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出版卡玛丁的这一本书，就是跟我们学校的养殖系的学生一起来出在地的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族地就是基隆的卡玛丁嘛，那这边包含了整个渔获的一个运作过程跟捕鱼的过程，以及这一些传统市场渔文化的一个传承，以及怎么去采购。那后面这边好，还有一些这些鱼类的一些介绍，在菜市场会看到的鱼。对，而且这边都是卡玛丁常见的一些鱼类，那以及怎么料理，怎么去做料理，所以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在地文化的一个呈现。那第四就是2019年中心有跟台湾环境推广教育推广学会做一个徒步环岛那的一个活动。那徒步环岛大概要1500公里，那大概要走56天左右。你说到徒步环岛，真的，我们就来看一个赵伟老师带着我们的 NGO 团队一块来进行的环岛之旅。17天呢、迈入第17天，一大早从仁爱国小出发，这群参与漫浪台湾海岸线上的爱海人士，2月2号从彰化芳苑往北走，沿着海岸线一步一脚印环岛，记录台湾生活和海洋环境变化的关系。沿着全台湾海岸线徒步环岛60天，每一天徒步前进20到25公里，我们用最慢的速度带着国人来认识我们台湾家乡这块土地。认识家乡，每到一站都会留下记录，述说着地方的特色。来到基隆，受到海科馆、基隆护海教育中心及心肝宝贝的热烈欢迎。
再从海洋的教育再认识一下我们周边环境，然后呢要保护整个海洋整个地球的一个目标。现在结合了户外教育之后的话，我们的活动会更加的精彩，会直接带孩子直接走到海边来体验我们的海洋。我们在里面不断地跟大家介绍海边的地质景观、生态特色、人文故事、产业发展，还有各地的污染跟破坏，希望用最慢的速度带着大家亲身的走到每一寸家乡的土地上，用心用眼打开你的五感，认真的体会家乡海洋环境的变化。因为用心打开了五感，更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更深入的认识到海洋教育对于台湾环境的关心，他们的投入值得我们再次去肯定。这个 COVID-19 帮助我认识台湾，我到处问人，每个人都给我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引导，甚至还有太太带着小孙女，她说你先等嘞，阿妈跟这个讲嘞，讲阿妈坐车带我到站台去。我觉得天哪，我好喜欢基隆人哦。1500公里用走的，要走多久呢？我们用脚丈量过后，绕一圈的海岸线大概是1500公里，所以绕完一圈需要2个月的时间。2个月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整个人生当中的2个月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困难。你只要能够花2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认真亲身的走完整个家乡海岸。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海岛的子民，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都可以为家乡做更多的努力。有机会的话，大家一起来走走吧。看完之后有没有想要去走一走，用我们的脚来丈量我们的台湾？那刚才跟主任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在聊，他说赵薇老师他已经走了第8次，太厉害了。我们要请教主任，是不是跟他有什么样的合作连结？好，那2019年那一次，好，那跟我们中心合作，那我们也有出了一本书啊。那这一本书的电子档在我们中心网站都可以找到，那叫《走在家乡海之滨：海洋百公探寻》。那是从产地到餐桌的职人的坚持，那实际上大家可以上去网络上去做下载，然后可以来了解徒步的这接近60天的一个过程当中，各地的产业、海洋产业有哪一些，还有怎么去捕捉这一些渔法，其实在里面都有介绍。是，哎，真的，哎，就是其实你要亲身去体验、亲身去参与，你才很有感觉。所以我们来看看哦，体验海岸水域，我们有2000人次的师生一块来进行。海洋教育吧。亲身体验海域活动，进而推动海洋教育。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101高地、潮境公园、酋长岩、象鼻岩，研究地质地貌外，还融入艺术美景。夕阳余晖下的海洋，像黄金般的发亮。日落后进入重头戏，夜钓体验展开。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才刚把鱼竿入水，就钓起闪闪发亮的白带鱼。来，有人送白带鱼喽。一般玩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哦，白带鱼最近才陆陆续续过来，再来的青鱼、竹夹鱼，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啊。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钓饵及使用钓具的技巧。它跟恰章不一样，是它前面的鳍很长，很长的就是脖啊，那短短的就是恰章。小心钩子以外，还要小心它的牙齿。哦，你看我们刚刚的线啊，你看这钩子啊，这个就是这样一画，然后钩子马上不见。对，跟我一般市面上、市场上的不一样哦。有没有看到特别银色，不是白色？我今天已经钓4条白带鱼了。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透过这个计划，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是多么的美丽，在不同的时间，早上、黄昏、下午，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海岸地形地质，进而将永续海洋等海洋教育理念向下传承。哎，真的要很多元，而且要亲身参与。我们要请教徐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推动多元海洋教育的护海中心。
那我们户外中心的话，其实是以海洋教育跟户外教育来做结合的。海洋教育跟户外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十二年国教里面十九项议题里面的其中两项，然后把这两项议题结合，然后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护海中心。可是海洋教育从以前到现在，它有五大主题哦，它分别就是海洋文化、海洋休闲、海洋社会、海洋环境永续跟海洋科学与技术哦。那这五项以外的话，我们基隆市的话又把加入了另外两项，一项就是刚刚讲的海洋职涯以及我们的食鱼教育。像在食鱼教育里面的话，我们基隆市有开发一个卡玛丁的桌游，现在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在全国推广当中。另外的话，我们也邀请了食鱼教育里面的食鱼好文化的讲师，就是我们叶淑清老师来到处帮我们做真人的课程哦。那除了这个以外，他当初是融入学校里面的教育，所以说其实我们是在学校课堂里面融入了国音数字社的领域来做教学的。可是自从结合了户外教育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开发更多元的活动。然后例如我们今年的话在这边我们五月份的话有办理了草间带的课程，然后我们六月份的话有办理刚刚的夜钓以及浮潜的课程，在七月份的话我们有办理立桨 SUP 的课程，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到明年七月我们陆陆续续还会举办基钓跟溯溪的课程。那我们整个护海中心的话，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的学习路线。像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大概至少有三大学习路线。第一个的话就是基隆港，第二个的话是和平岛，第三个是八斗子。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能够提升老师们的专业，然后还有我们呈现我们基隆市的亮点。是，真的非常的多元，可以看到海洋教育在各科各领域上都有不一样的亮点成绩。一块来看看哦，在科学领域上的海洋吸尘器大赛。考验学生的科技思考力、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及合作力的 GUB 海上吸尘器竞赛，吸引了超过200位师生热情参与。颁奖典礼上热闹非凡，高中、国中及国小组最大奖分别由新北市安康高中、基隆市信义国中以及基隆市杠西国小抱回。筹备了四个月的时间，然后途中失败了两次，然后就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获得冠军。参赛选手除了需要自行组装动力零件及操控船体之外，同时需要发挥创意思考，如何才能打捞最多的漂浮废弃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努力结果不是重点，重点是过程。各项不同的任务都在考验学生们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透过活动的设计规划之后能够学习更多，最重要的是爱这片的土地，然后对于地球的永续我们尽更多的能量。透过竞赛，孩子们运用科技素养修复海洋环境，共同创造海洋永续发展的未来。就是要海洋永续，所以要落实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要请教吴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学校端的实行面。当初最担心就是孩子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是每天看着船舶的进出啊，游轮的进出而毫无感觉。所以呢，跟老师们、团队们讨论了规划一系列课程跟探索的活动。我们带着孩子走读微笑港湾。那我们画面上看到孩子跟我们的游轮的合影哈，当初应该是盛世公主号啊。那我们就透过了这个西岸啊，到海洋广场啊，到阳明海洋文化馆啊，让孩子在地的走读啊，认识。是体验，它是最有感觉的。而我们呢，看到画面上是我们的三箭齐发的一个盛景盛况哦。那最盛期的时候，我们东西岸将近快各三艘的这个游轮停泊哈、哦。那我们也让孩子呢认识这个游轮这样子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哈、哦。接着呢，在港西国小附近呢，也有包含了台铁的南站跟北站哈、哦。我们看到的这个南站呢，像是游轮哈、哦，那北站呢像是鸡的那个笼子。我们也透过这个走读的方式认识呢，结合在地特色的这个台铁的南北站。那我们当然更搭着这个游艇呢，从海上看基隆，认识基隆港，当然也绕了基隆屿哈，认识基隆屿的一个在地的一个生态跟地质地形哈。
而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基隆港的部分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黑鸢的一个生态呢。我们也结合基隆市野鸟协会呢，带着孩子认识黑鸢。那透过了这个黑鸢的木雕，就近观察猛禽类的羽翼哈，跟它的利爪哈，让孩子呢能够把它观察画下来，而作为我们水墨的一个草稿哈。那也透过水墨这样子的一个技法，让孩子呢把我们的市鸟黑鸢呢英勇的一面呢把它画出来。接着呢，我们再结合设计的简化的一个技法呢，让孩子呢来做这个版画的一个雕刻以及版画的印制哈。那作为一个海报设计的一个元素让孩子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也对这个黑鸢的生态呢投注了这个保育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我们也最后集合真古德基金会呢也跟策略联盟学校分享我们学校实施这样一个生态教育的一个成果包含了我们的临近仁爱国小以及新北市的一个瑞滨国小。没错，所以可以看到海洋教育融入美学教育以及文创教育上面所不一样展现的成果。那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三位来宾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想要跟观众说的一些话，跟孩子说或跟老师说也都可以。我们先请张主任。好，从前我们都认为海洋是尽头，那转变我们的海洋观，海洋就是一个起始点。正所谓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所以成就每一个海洋之子，是要成就每一位海洋之子。我们要请到徐主任。那我们海洋奇迹，星星聚龙，我们基隆市的话有丰富多元的海洋教育课程，希望大家一起来基隆体验海洋。吴校长，港系真精彩，我们将持续呢深化我们的船舶课程、灯塔课程跟食鱼教育等等，让孩子呢要养成这个爱海、知海跟亲海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哦，跟这个学习呢，我们也希望说让孩子能够爱上户外及海洋，让这个城市充满了爱。是，就是我们要知海、爱海，还有亲海。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看见我们的海洋教育与户外教育的推行成果，成就每一位孩子，为户海教育的永续及发展奠定最好的基础。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谢谢，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